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西晋武林挑战，那今年的目标一样，希望可以扣光去年完成的330的目标。 快就是快！Hello， 大家，我是你的教练梁泽瑞，又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西晋武林挑战。今天的日期呢是7月1号，我来参加的是96联赛的 Never Star， 就是。 永不放弃武岭杯。那今年呢，天气我觉得相对于去年来讲，现在体感上比较舒适啊，也可能现在还早，还没5点，我们在5点就准备开赛了。那今年的目标一样，希望可以扣光我们去年完成的330的目标。那待会沿途的过程呢，一样会分段分段来稳定我们的配速，达到就是希望可以达到的成绩。但有去年的。 经验呐、啊，今年我觉得算是没有这么紧张，因为其实去年在开始前，我觉得哇超喘，今年就比较平常心。那待会我们就每个分段做好，目标330五顶见，要开始啦！ 骑了13公里，跟到一个算小列车，他们的均瓦大概跟我差不多。目前第一趟的均瓦是197，有点小超速，可是还可以接受。心率大概是160，但目前还是可以接受的有氧范围。看能吸多少是多少，躲一点风。 第一圈34分24秒，均瓦204，再稍微降一点，下一个 lap 目标195。
第二 K， 雾色，均瓦两百一十五瓦，刚好一个小时分享。目前有点小超速。第三个分段要到清境小七，十一公里，目前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。先切进来十四甲，就是最后一段三十五 K 持续往上的过程。失焦。在中间，我们帮泽瑞补给，请他接受我的爱意吧。运动饮料吗？快快快！快就是劲，劲就是快，快就是劲，劲就是快。给力了，我一直放。大家，要不要吃糖果？好啊，来一颗。我起来，这里要死掉了。好好好，好了。这样这样这样，拜拜，上面见啊！啊，补充完我的爱意，还有糖果，我们回去继续往山顶前进。你的蜜汁哦，蜜汁火腿。目前骑了两小时零五，各个分段目前还在目标配速内，领先我们的配速大概六分钟。下一个计时点是翠峰，大概剩两公里。人生是黑白的啊，干抽筋。我现在的问题是，我只要用力一点踩，我就会睡着那种，缺氧。啊，帮我换一罐水。
前面吗？现在喝水。啊，可以给我一颗糖果吗？现在距离我们的目标配速，稍微已经把刚刚领先的都快吐完了。OK， 走吧。最后七公里，但我的头好晕。腿完全踩不动，一直抽筋，然后头晕，看出去就黑了，全身都麻掉了。OK， 走吧，最后400公尺。全身麻掉，然后站不住，我现在讲话都有点舌头麻掉了。可以先停，然后帮我按摩吗？应该够长了。下面，对啊，小心！
你用按住油好了。不要聊手机了。好，谢谢这样。你可以扛我一下吗？你可以从我后面扛我站起来吗？你说我都可以，站不起来。一二三。好了，慢慢走去领奖状。太丢脸了，这一次。年轻人要有斗志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那这样子，我们要有能力，还是要努力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恭喜我如何？你帮我举花出草啊，这边第一名对。谢谢。哇，大会成绩，3小时45分。哦，所以你很怕冷，退步15分钟，今天有点失策啊，前面冲太快了，所以后面过翠峰之后就有一点衰退的太明显。我上一次均瓦191，今天只有180而已。那教练说你昙花。我是你的教练队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